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笑东剧场。大家好，我是龚宁。大家好，我是笑东剧场联盟北京大逗相声的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女性演员的出现，可以说为喜剧市场啊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她们精彩的演技啊，与更加适合女性来表演的剧本，都是她们成功的重要条件。那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挑选了几段非常有代表性的节目，一起聊一聊这些幽默的女将。哎，首先来说啊，蒋诗萌就是其中的一员，小姑娘，对，大姑娘。大姑娘长大了。哎，很多观众啊是从她与冯巩老师合作的一段小品当中认识她的。其实啊，从学生时代开始，她就一直参演很多文艺作品，而且啊获了不少奖。今天这段逗捧捧是蒋诗萌与傅园慧、白凯南等几位演员一起合作的，敬请来欣赏一下。蒋老师上了，上了，上了，蒋老师。哎呀！哎呀！哎呀，小白呀，哎，才来呀！我等您半天了。行，那咱们就开始表演吧。等一会儿，咱俩说相声，把他带上。哎呦我天哪！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样？呀，这不是游泳的小腹吗？正是啊！哎呀呀！哎呀！哎呀！行行行行啊！答应了吧？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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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这么大腕还不行啊？你想，我们俩说的是对口相声，我逗哏，你捧哏，他干什么呀？蘑菇哏，蘑菇哏，那捧哏的捧哏，没听说过，不行不行！哎呀，有句话说得好，叫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俩人给您捧瓷实，咱们属于是万饼条，都不缺门。啊，啊，咱们打麻将来了是吧？打麻将也行啊。什么玩意儿就糊了呀？不行啊，就怕你来这个。那行吧。答应了。咱先试一试，好吧？看见没有？厉害，都听我的。有套路，我还头一回这么说相声。来来来，咱们来吧，台上站啊。那咱下面就开始啊。说我。哎呦喂，不是几个意思？那个什么，您往那边串一串。我往哪儿串呢？我平时演出就站这儿啊。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您站这儿，我们俩这儿挤不下呀，而且不能偏台。你我都偏了。对，你往那边一点，往那边来一点，来点。哎，好了啊，哎，你看没有，这我就站中间了，巧了吗？这不是？怎么这么别扭啊？哎呦，别别扭了，这你要赶上他们游泳八个赛道，能给你挤台口去。来来啊，咱开始啊。开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呀，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大家的到来！我在这儿先谢谢大家了！我在这儿先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哎呀，哇！哎呦，还鼓掌呢？你就别鼓了！这怎么了？搁这玩人浪呢？这慢慢适应就好了。先往下来啊！往下来，往下来。站在台上先鞠躬，我给大家说相声。还有我，还有我。我在台上是逗哏。哎，我捧哏，我捧哏。观众就是咱亲人。没错，没错。相声可是不好说哦。说学逗唱技巧多，对对，只要给大家添欢笑，他怎么呢？他怎么呢？累死咱就当睡觉。嗨，停停停停停！这怎么了？这是，别逗了。鼓掌呢？这怎么了？这是我都感觉自己掉山洞里了，这回声啊！你俩单曲循环，我可受不了啊！不行不行，不能这么说，不行不行。等，我来想办法。咱们这样，今天咱们三个人啊，给大家表演唱，一人一句，乱不了了。哎哎，这是个好主意啊！那就唱一首《阿拉木汗》吧。好，阿拉会吗？阿拉没问题，没问题。哎呀呵，那咱来的啊！阿拉木汗在那样，哎，身不肥也不瘦。阿拉木汗什么样？哎，身不肥也不瘦。阿拉木汗住在哪里？哎，吐鲁番西三百六。
阿拉伯汗住在哪里？哎，我们去撒了马来了。停！谢谢！停停停！别别别别！停停停停！啊！我到我这儿光挨了。我都挨半天了，我这还挨你那么老抢我戏呀、啊？可是都赶到那儿了，你还赶到这儿了，你不能让着点我吗？可是我们运动员比赛的时候都是当人不让，当着人绝对不让。你的意思，你要是让着我了，就没把我当人？哎，对呀，你是我的捧哏的捧哏、你得捧着点我呀。还能怎么捧啊？你能看我的眼色行事啊？可你眼睛那么小，我看不见、啊。他们也说是。那比小沈阳大呀，我撑着点不就完了吗？啊、哦，也行，也行。看我眼色行事、啊。哎，好好好哎呀，姜老师啊，嘿嘿我跟你说啊，咱们说一段传统相声，您最爱的那段啊，吹牛传统相声。要不说小白，还是你了解我、啊。我最喜欢吹牛。对，吹牛啊！哎哎，我今天啊，就给大家说一段吹牛。好。哎。哎，人都说我这人啊，叭叭叭叭特能说，这就吹上了。你怎么叭叭叭特别能说呀？我呀，能把歪的给他说直喽。你吹牛，我能把直的给他说歪喽。嘿呀，你吹牛去吧。那你怎么就能把直的给他说歪了呀？我当场就来呀、啊，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啊，当场兑现啊！我还能把这个。歪的给说直了，说不知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当场兑现、哎、怎么样？还真是兑现了哈、哎。那接着往下说啊，人都说我人长得漂亮，就像要说漂亮那得都是我、啊，人都说我像千手观音。哎呀，你吹牛去吧，你怎么就千手观音呢？当场兑现呀，千手观音，走着，哈哈哈哈哈哈。太赞了，当场兑现。接着往下 来，人都说我特别厉害，像蜘蛛侠能飞檐走壁。好，上那灯上走一个，上那墙上爬一个。要说厉害，那得是我、啊。人都说我像超人，能够遨游太空。你遨，你飞，给我看看。有一个鼓掌的我就飞。我就不，哎，我就不信你能飞得起来。今儿我就要飞了，我就不信。飞呀！飞飞飞！飞了吧！哎呦我天哪！要不说小富啊，你这个理解能力特别高强，咱俩说相声吧。哎，好，哎，我走吧。咱俩说，你这大长腿天生说相声的才能。把我给甩了。在我们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当中啊，也有不少参演过喜剧节目的文艺女将，比如说刘静乐文就曾经与高晓攀合作过一段群口节目当中的经典之作《八马褂》。哎呀，这段节目不容易啊！嗯、首先是传统节目、嗯，但是有两位女将参演，可以说是幽默与颜值的完美结合。之前估计谁也没有想到啊，嗯、两个女主持人说起相声来可以说是有模有样，混搭的跨界风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你还给我！我就不还，我就不还！小潘，小潘，小潘，你看看他，好看吗？你把我项链要回来。咱俩是搭档，我当然得照顾你了。我去拿去啊。老板，叫谁呢？阿姨啊。怎么着？我忙着呢，你快说。你看这个项链啊，是人家刘静的。是啊，那又怎么了？你还挺有理，你还。我有理啊，他妈妈送给我的。他妈凭什么送给你啊？他妈妈说了呀、嗯、说刘静这个人吧，说话经常不着四六的，云里雾里的。然后呢，我老是跟他同台、啊、对吧，把这项链送给了我。有的时候呢，我在台上给他打个圆场什么的，我不白拿，真是。哎，你要这么说还真有道理。对啊，不白拿。是啊，那我跟他解释解释啊。对对对，去吧去吧。静静，我项链呢？乐文说你呀、啊，云山雾罩，说话不着三不着四，特别不靠谱。你俩一块主持节目，你一说错了吧，他你打圆场，他帮你，所以他不白带。你觉得我需要吗？我是主持人呢，我说话怎么会不着四六，怎么会云山雾罩？我自己跟他说，文文啊，哎，你特别喜欢这条项链哈？是啊，
要不你就拿去吧，我不要了。不是你倒挺随和。我站这边啊，行。他给咱俩姐妹嘛，认识那么多年了。你看啊，咱俩今天给大伙说一段相声。说段相声，哎。说相声一般都是要从讲故事开始吧。对，咱先讲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讲故事。是吗？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我真实遇到的故事。我特别喜欢养狗。对。有一天啊，我自己出去玩，在路上就看到那条小白狗特别好看。哎呀，我那叫一个喜欢，我就把它捡回家来了。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潘。哎，小潘给我装个死。呀，它立刻就躺地上了，特别乖啊。怎么了？这狗跟我重名啊。你也叫小潘的哦，怪不得呢。我真的每次看着你哦，我就特别想哭。我家小潘掉到茶杯里死掉了。你刚才说话说的，我觉得挺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怎么了？你想想，狗，咱就说最小的狗吉娃娃，这么大点儿，掉茶碗里。我家那个不是吉娃娃，特别大个儿，站起来得有跟你差不多高，跟你还高点估计，1.7米多呢。还砸瓷似的说我呀，不是我，你看啊，这狗特别高吧，掉那么一个小茶碗里头，愣给淹死了，胡说八道，反正我是不信。有人信啊？谁信啊？他，你问他，他见到过的我家那只狗。来，乐文，乐文，来。啊？怎么着？哎呀，跟你说一个事儿啊，说有这跟就跟我差不多大的。跟你差不多大的什么呀？小潘狗。呀，小潘狗。你怎么了你哦？我们家也有一只狗，也叫小潘呐，好巧啊！哎，不过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我们家那狗特别大，特别大，站起来比我高好多，所以我叫它高小潘。你这是怎么啦？没事吧，小潘？不是我，你看我不管它高小潘、李小潘，但是我的观点是这样一个观点啊。他说跟我比高的狗掉茶碗里淹死了。这怎么可能呢？对呀，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对呀，我说的。这事儿他说的。他说的。这事儿没有。有。绝对有。既然有，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多简单啊！你说。一狗是吧？那么大个。就掉杯里。那淹死了。那不是狗，那是蛐蛐。太小了，谁家狗那么大呀？啊，大一点。有可能。掉那么大杯子，淹死。这是脸盆，你还能洗脸呢，是不是？我问这个狗怎么掉茶碗里淹死了，你跟我说狗洗脸，你这你别急嘛，说狗是不是？咱先不说狗啊，我先问你，有一个人你认不认得？就我那搭档曹阳，你曹阳怎么跟狗能裹到一块儿去？你别急，我跟你说，说到曹阳，这狗就能死了。我太佩服曹阳了，还能把狗弄死。他怎么弄的呀？就前两天啊，曹阳呢请我和刘静去 Mix 喝茶，等会儿上好的铁观音啊，好喝啊。哎，对，等会儿乐玩乐玩 Mix、年轻朋友们都知道夜店里头有喝茶地儿吗？我们自己带的茶叶。你们真低碳啊，真环保你们。对呀、就是我们去那儿喝茶，对不对？然后呢，曹阳就拿出了他新买的小宠物。一小绿毛龟，这一绿毛龟，然后刘静特别喜欢呀，说：“哎呀，这个缩头缩脑的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呀？”对呀、然后曹阳哥哥说：“好，我买它，想象征一个好的寓意，对，希望我的事业勇攀高峰，取名叫高小潘。”你们这几个主持人合起来玩我呀？这个小龟潘真的很好玩，对，刘静就很喜欢了。你想说，哎呀，我们家有个小狗潘，你看是个小龟潘，要不然咱俩换两天玩玩吧。对，曹阳很大方啊，说没事儿，咱们就换换玩吧，也别换几天了，永久送给你了，咱俩就调换。哇，刘静特别高兴，说，哎呀，我拿我的小狗潘换了个小龟潘，好开心啊！他们就玩那个小龟潘，小龟潘突然间咬了他一口，刘静啪叽一甩，那龟就掉在茶杯里，被烫水给淹死。一直哭，一直哭，他想说小龟潘死了，小龟潘死了，我拿我的小狗潘换的小龟潘，小龟潘死了就等于我的小狗潘淹死。情满四合院是何冰、郝蕾等众多明星合作的一段喜剧节目。这对荧幕上的好搭档啊，这回在节目当中也是延续了剧中的角色，为现场的观众上演了一段幽默的故事。这郝蕾参演的喜剧节目啊，其实不常见。这回呢是联手了众多老戏骨同台献艺。去年的北京春晚上，他一身红装亮丽的身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
这个劲儿让我跟你们拿主意想辙，我没办法啊。那不行啊，回头柱子跟他媳妇儿一问起来怎么办呢？啊，实说呗，实话实说，那不就褶子了吗？哟，三大爷聊什么呢？这是什么叫褶子了？这个啊，哎，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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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这人老了，这头发上面都褶子了，脸都白了，哎，这腿脚一松动啊，吃什么都不香了。这都挨得上吗？我说喝了是怎么这个？哎，柱子，你自己跟这聊着，我们有事儿去吧。等会儿等会儿，头进屋之前把正事儿先办了啊，三位大爷。交钱！哎，三大爷，三大爷，交大爷，交大爷！你们不是还这什么钱呢？装什么糊涂呀，三大爷！这快过年了，小院从腊八到十五天天聚会，孙男弟女得花红包，这钱不得凑啊？交钱来，柱子啊！你三大爷今年呢是罗锅上山，钱紧。不对啊，三大爷，这就不合适了啊！嘿。您瞧您这穿的，好家啊，鲜肉似的，像缺钱吗您？不许那么抠啊！来，掏钱。真没钱了？钱呢？借人了？谁跟你那借得出来、啊？行，你再编一个吧。干脆，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哎，做慈善了？呸！我都快信了我。我买的那叫慈善理财基金。您慈善给谁了？我听听。贫困山区哟，贫困小学，哎呦，这个基金可实在是太棒了！我花10万块钱，嘿，一大帮孩子全都能上学了。不是你说半天，你的钱回来没有啊？第一个月，挣了13000，哟，还行。那第二个月呢？8000，对付吧。啊，第三个月呢？从第三个月开始到现在，怎么着？一分没捡着。那你打电话问他们了吗？都问了，还问什么呀？那边就没人接了，还别说人接了。那人家怎么说的？你好，你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哎呦，你说了半天，你还是让人给骗了呀？你是让我说你什么好？你说你这事儿啊，那他，哎哎，二大爷，你等会儿，全是他撺掇我买的。二大爷，我问问你，三大爷都让人骗了。哦，你想吃炸酱面啊？让他媳妇儿做去。你就诚心跟我捣乱你？哎，哦，吃炸酱面得有蒜是吗？聊什么呢这是？我洗衣服啊，洗出100块钱来，谁的？哎，我的，光算吧，好使了。这基金就是他撺掇我买的。什么我撺掇你啊？许大茂说的，人家真买了。等会儿。我就知道情况没那么简单，这里肯定有他。把您那脑子给掏出来，好好分析分析，别在那敲锣边。行了，别吵了。二大爷，二大爷，别坐下。那基金你没买吧？我能干那事儿吗？哎，对你多明白。过来，那你掏钱。来，我掏什么钱呢？装什么傻？说半天了，过年费。周子，我呢是，老罗锅上山。我比他们钱还紧。哎，不是你没买基金吗？我是没买基金呐，我买这个了，看看，呵，无污染的人参鹿茸精，延年益寿，纯天然孢子粉，哎，增强免疫力，婴儿纸尿布，这给这个干嘛呀？就你这点东西，怎么也得20000多吧？这个什么20000多呀？48000，还有1/3没运来呢。我说你这是三无产品，既无生产日期，又没有使用说明。你看，我这许大茂说的呀，说他一个哥们儿自己生产的，还没上市。听见没有？哎，又骗一个，还是这许大茂。你们也是，你们听他的，你们就闹吧，你们。哎，你差不多得了，这大过年的，是不是？你甭装好人，这里还有你的事儿。有我什么事儿啊？你说让你管点账，你给我管成什么了你啊？我不就是一保管吗？人家要的时候我能不给呀？那要老头花钱可，你得问问他干什么呀？跟我来什么劲啊你？哎呀，柱子，这事儿啊你也别埋怨你媳妇儿了，你媳妇儿就够不容易的了。这样吧，今年咱们大院的年费，这老哥俩的，每人2万，一共6万，来，拿着。哥，看看啊，
都是干大爷这行的，你瞧瞧人家，你再瞧你们俩啊，一个小院住着，人格怎么差这么多？你们，嗯，你中了彩票，你管人哪来那么多？我搞投资了，啊啊，就你还搞投资呢？我说易大爷，嗯，您投资什么了呀？您，文字画啊啊啊啊！好，现在我那儿徐悲鸿齐白石的真迹，有这么一摞，嗯，哎、人家拍卖行说了。打过了劫之后，人家派领金贝勒全给拉走，哎，回头呢，人家把钱全打到我卡里边。得，这易大爷上当受骗喽！哎呀，哪能上当受骗呢？哎，上个月还是帮我卖了那个一件明代的元青花，嗯，一下子就挣了10万。那钱进你卡里了吗？当然进了。您那本钱哪来的？还不用本钱，啊、把咱大院的房产证往那一压，什么风险都没有。哎呦，房子！我的易大爷把房价都压了，压了，没事没事。哎，我说你跟你说，许大茂在呢，许大茂是中间人啊，没他不至于乱到这份上。快报警！易大爷，就您娄子懂得大呀，我报警吧。那就别聊了，不子，报警，快，赶紧，躲着呢。饺子包好了，不是幺二零，吃什么饭？房都没了，还有心情吃饺子？你回等信去吧。怎么回事啊？这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还不是因为你家许家茂啊？不打了没有到老几位都在呢。大茂，啊，干嘛？房产证呢？干嘛呀？闪开，一大爷。许大茂，我这2年呢，确实是没怎么抽你。我跟你说，这打是不能停啊了，给我看打狗棍！你给我住手！你别冤枉好人。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我这就在这儿呢。哎，我撕了，我撕了！别别别！房产证，听人把话说完了啊。那你说，你快点说清楚点。什么呢？这是？我问你们，是不是这仨大爷被人给骗了？不是，仨大爷让你给骗了。胡说八道！我是给三位大爷上了一堂课。仨大爷这已经退休了，手里头有点闲钱，哎，就开始烧包了。还真是。我这么一琢磨，那得了。咱现身说法，对不对？给三位大爷上一堂生动的法制课，多棒啊！三大爷，哎，过来，您那10万块钱啊，剩了79，全在这张卡里呢。啊，自个儿查去。还真对。三大爷，不是我说您啊，您下回做慈善找个靠谱的，这一边想做慈善，一边想挣钱，算怎么回事啊？您别说了，臊得慌。大茂啊，我那钱呢？您那钱不都买了东西了吗？那还能追都追不回来了。我的钱、啊！哎呀，还哭了！行了！哎呦，这老头真不筋道，跟您闹着玩呢啊！这张卡里，嗯，您那4万多块钱，我呀给您撂股市了，还给您挣了点，凑了一整，好不好？我怎么谢谢您？不用，您就跟这个人说清楚。哎，哎，哎，老头，大爷，这是。您下嘴的地儿吗？就是。二大爷年纪大了吧，你想身体好咱都能理解，可您别这么花钱呀。您看现北京建设的这么好，您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健健身。没错，您说您早上起来啊，上长城看看日出，对不对？晚不赏您再去西山瞧瞧日落，中午沿着这大运河走一走，看看咱北京的新风貌，多好啊！大茂，你看我这体格，我有那我运动量，我让您一天都走完，退休了没事慢慢溜达着吧，拿好喽，别再让人给蒙了，啊！谢谢，嗯，易大爷，哎，到您了。您说您守着这么个宝贝，您还收什么宝啊？啊！人现在市政府都说了，对咱这种四合院要修缮保护，这是咱老北京的古文化，新北京的精气神都在这儿聚着呢。您要是把这弄丢了，你罪过可大。你放心，大茂，谁再敢打咱大院的主意，我就跟他玩命。对。大茂，哎，哎，行了，行了，我求你了，易大爷，求你了。打住！哟，你叫谁呢？
叫你呢。哎，你说哥们这事儿办得漂不漂亮吧？一般般，狗年办了件人事。你别老拿老眼光看人，什么呀？哎，你今天是不是本命年啊？对呀，本命年咱得有点亲戚啊。行行行，你行了吧？哎，从今天起，你就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啊！行行，你这嘴里就吐不出象牙。好了，办点好事，不要再用嘴掀门帘了，可以了。哎呀，你从小就仗着这仨大爷的势，那别你站着高行了吧？可以了，可以了。赶快吃饺子吧，吃完饺子还得逛庙会去呢。得嘞，咱们吃饭。在女相声演员当中，叶薇和回凤超啊，想必朋友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在小品《还你一份爱》当中，他们都有非常出色的表演。这两位演员啊，都是在相声剧场当中磨练过很长时间了，对于喜剧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所以这次合作呀，他们尝试了很多新鲜的类型，将情感问题融入到幽默的喜剧当中，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谁呀？快递。哼。谁呀？快递。帅哥。谁是帅哥啊？美女，美女。是你订的快递吧？没错，帮我送点东西，就这个。这是同城啊，还是异地啊？同城，同城。快递费10块。来，给。很高兴能为您服务。等会儿。这地址写错了吧？没错啊，幸福路香河小区3楼2号，不就这儿啊？对啊，收件人连续，就那屋那胖子。你确定你从这屋快递到这屋？哎呀，你就别管了，你拿我扶贫呢，我还没爱心泛滥到那个程度。哈，你怎么不自个儿送啊？你就说你送不送吧。送，不送吧也不送。哎，送到回告我一声，你查客服就行了。谁呀？你是连续呗？啊，是我。你的快递。哎，你说现在这快递多方便啊，直接给送屋里来。你等会儿，我记得我双十一没订东西啊。不是你订的，是别人送的。谁送的？那屋送的。他送的？不，他怎么不自己送过来呀？他让我别管了。送的什么呀？你先签收一下。印的。白金，就这么个东西，花了我2个月工资。哎，他能把这给我送过来了？哈，我也不知道啊。不行啊，这个我不能收，你呀、啊、还得给我送回去。哈，你怎么不自个儿送回去呢？你就甭管了。快递费10块。哎，就这么两步道也收快递费啊？从这屋到那屋用不了一泡尿的功夫，一秒钟就给干了。你一秒钟撒泡尿啊？点就这价，送回去得一样啊！行，10块就10块。来，填张单子。还填什么单子呀？你给我送过去不就完了吗？咱得按工作手册来呀。可麻烦死了。给。放心吧，啊、绝对送不丢。多新鲜呐！大姐，快递回来了。怎么又回来了？他没要。你不是说保证送到吗？他确实送到了。人家又花钱又让送回来了，那跟没送有什么区别呀？你知足吧，这要算配件的话呀，你还得多花10块呢。我这都要上电梯了，你又打电话让我回来，你想干什么呀？你再帮我送一趟，这回一定要让他收下。哈，我可保证不了。那你再帮我给他带句话，你就说咱俩已经玩完了，这东西我不能要，你必须收下。等会儿。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查查工作手册，看看这窗环怎么收费。哎呀，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啊？咱得按工作手册来呀。啊，依着你。这窗环怎么收费？这上头还没写着啊！传个话，举手之劳嘛。错，还叫举嘴之劳。这业务我明白呀，想当初我太爷爷正是给武工队传口信的。今儿我也算不入门风了，
既然这手册上没写着啊，我这不单收费的，来吧，填单子。你这个人呢？来，填好了，这是10块钱，你再给他送回去。放心吧。我要天天能接到这活儿，今年就能买上3环以内的房。连续啊，你的快递，哎，怎么又送回来了？还是哈东西啊，人家让送回来了。对了，还让我穿菊花，这可是免费的。他说你们俩玩完了，他要把东西还给你，你必须收下。我凭什么必须收下呀？哎，他说玩完就玩完了，不行，这东西你还得给我送回去。人家都说了，你必须收下。你必须给我送过去，顺便再替我问他一问题。你也要穿环啊？为什么跟我离婚？穿环行，但穿这句不行。我多给你加10块钱行不行啊？10块钱你咬什么牙呀？你不知道，我们家有门风，出门能不花就不花，不捡东西就算丢了。你看口里，你管得着吗你？你们俩为什么要离婚呢？你甭打听那么多，看见没有？100，今儿算我包你了。大哥，你说啥呢？我是哪种人呢？还100块钱包我？行，我用词不当，100块钱快递费再给我送回去。行，我就破回礼。大姐，快递，他收没？没有，没有。大姐，他是你老公吧？明天就不是了。要离呀？不离还留着他？不是，你因为什么呀？我看他人不错呀。哪儿不错？长得就不错。就他长得还不错呢。哎，你看人大哥长得多帅气，多酷，多好玩呀。是好玩，就是这家里呀指不上他。这么说你们家就你挣钱呢？他挣。能挣钱这就是优点呢。那我还管钱呢。这也算优点。你们家这么干净，谁收拾的？他。能收拾家务就算优点呢。我雇个小时工比他收拾的干净。他心就不在我这儿。他这心呢，能在工作那儿，能在朋友那儿，可就是不在我这儿啊。你说我一个女人嫁给他，我图什么呀？他心都不在我这儿，我还怎么跟他过一辈子呀？我留着这项链还有什么用啊？明白。大姐，别哭了，我还得把你送回去。连续啊，你心为什么不在我这儿？你有病吧？你心为什么不在大姐哈？你说人家嫁给你了，把终身托付给你了，你为什么不在乎人家？我不在乎他，我还不在乎他了。你进来。妹子，你是不知道，你说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我受了多少委屈。打结婚那天起，缝缝补补、洗洗涮涮、买菜做饭，这活我全都承包了。为了给他买条金项链，我省吃俭用2个多月，你看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哥呀，这话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行，我算看出来了，今天他铁了心跟我离了，我成全他。哎，你这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呀？你千万别想不开呀！谁想不开呀？我就透透气。你骗谁呀？这可是石头啊！一会儿你滋溜蹦下去了，哈就没命了。我蹦下去干嘛？你松手！不行啊，大哥！松手！不行啊！让我媳妇看见说不清楚。我不松。你松手！你松手！我不松手！我就不松手！你闹够没有啊，大姐？别误会，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这是要干什么？我就是想问问你，我到底怎么不在乎你了？他怎么不在乎你了？那还用说吗？你心里早就没我了。你心里没他了？我心里怎么没你了？他心里怎么没你了？那次我生病就想吃一碗西单的酸辣粉儿。想吃碗酸辣粉儿？我是冒着雪出去给你买的。不是冒着雪给你买了？呸！买的不是西单的，是楼下小吃店的。你买的楼下小吃店的？那不都是酸辣粉吗？不都是酸辣粉啊？那能一样吗？那能一样啊？那有什么不一样的？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小吃店的没西单的酸。小吃店的没西单的酸？那我为了让你相信我从西单买的，我在楼下冻了两个多小时才上楼。冻了俩小时才上的楼啊？呸！你活该，谁让你冻了？哎呀，谁让你冻了？我不就怕你不高兴吗？不就怕你不高兴啊？那你骗我，我就高兴了。你骗他，他能高兴啊？我呸！我能叫骗吗？他那叫骗呐！你以前根本就不是这样，你以前不这样。我以前什么样？他以前什么样啊？以前别说西单了，西藏你都去啊！现在你根本不着家，连陪我的时间都没有。陪你？以前你没时间，我也想陪你。我现在下班就想陪你。不等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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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吵！你管得着吗？我是管不着，我就是个送快递的，这快递送到了，也就没我什么事儿了。今儿这钱我不收你们的了，我走了。我为什么干快递呀？一个女人走街串巷，风吹日晒的，就是因为我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想吵架都吵不起来。我离婚的时候跟你们想的是一样的，他整天的不着家，我就觉着他不在乎我，脑子一热就离了。这会儿想想，当初咱们俩要有一个能软和点儿，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啊。说多了，我就是个送快递的。下十分钟，哎，这也没多一会儿啊，这也。台下十年功，哎，台下十年功，真得下功夫啊！今天来的朋友这么热情，当着大伙儿的面，给大伙儿卖卖力气，亮亮真功夫，怎么样，朋友们？哎，不是，等等，我这还没明白呢。没明白什么呀？亮什么真功夫啊？什么真功夫？铁门槛儿。铁门槛儿。铁门槛儿。铁门槛儿知道吗？铁门槛儿不了解。不知道。不知道。大伙儿又知道了吗？看来都不知道。都不知道。都不知道。那就好办了。哎，你要蒙我们呀？蒙你们干嘛呀？什么叫好办了呀？不知道没关系。给大伙儿展示一下。行，各位上演，我们看看什么是铁门槛。什么是铁门槛？这是干嘛呀？看见了吗？这条腿打这儿蹦过去。哦，就这么着蹦过去。哎，你这个不是假肢吧？你要是拿过去那可不行。瞧不起谁呀？瞧不起谁呀？不是，你买这么短的假肢啊？倒是有点残缺啊！我告诉你，别瞧不起人，这是真功夫，是吗？真功夫！这样的大伙鼓掌，来一个，我们瞧瞧，说来就来，瞧瞧这个。哎，预备，
跟干过驯兽似的啊。走。怎么样？谁喊的号啊？那是。咱也忒好糊弄了也，啊？你这压根也没棒啊，你这还不如假肢了，你这。别着急啊，做个错误的示范。好好来一个，正确的就来了啊！好好来啊！来来来，大伙儿把这个眼睛都闭好了啊！哎，我给大伙儿看是吗？我不看像话，把眼睛睁大了，我们盯着点。哎，睁大了，就看这个了。来这个啊！来来来，头牌留神，鞋飞出去！我跟你说啊，哎，哎。真行啊！哎，可以，怎么样？他们说，说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一个，来吗？来，看不看？来，来不来？你来。这个你，大哥，你可能对我们这东西不太了解哈，我们这玩意儿就是。一次性的，这你来算赶上了，真拿我这当假肢了吗？说来就来呀，啊，这确实是不容易。哎，你看这个评书演员跟这个单口相声演员还有什么不一样？还有什么区别？哎，从上台就能看出来。上台有什么区别？当然有区别呀。哎，评书演员上台什么样啊？什么样啊？透着一股自信，霸气，还霸气。哎，听这字儿，霸气。你说的是挺霸气的，怎么样？这样说到这儿了，你给我们来一回这个评书演员上台行吗？哦，学一回评书演员上台，看不看呀？你们？哎呀，嘿，我都不想来了，我。行，说来就来，来一回，咱们瞧瞧这评书演员是怎么上台。话说有一位大英雄正在屋中饮酒，猛听得院中嗖啪一声剑响，定是有贼人来到，急忙吹熄灯火，扑噌跳至院中，用目观瞧，就见一道黑影由东往西。大英雄不慌不忙，贪杯榜恩彭黄，苍啷啷宝刀出鞘，使了一个缠头裹脑，夜着八方藏刀式。嘿，漂亮，好看。对，怎么样？好看不？好不好看？真是好看。夜着八方藏刀式，可以可以。夜着八方藏刀，行行也可以。藏没完了是吗？一会儿都撞上了都。好不好看？真是好看。哎，所以说呀，这个评书演员肢体得协调。嗯，你肢体不能有毛病。嗯，你说有毛病那完了。嗯，说不了评书。怎么着？有毛病说不了评书？你这话太绝对了。什么意思？太绝对了。评书大伙都知道，听评书听评书，嘴没毛病就行。什么玩意儿？嘴没毛病就行。嘴没毛病就行吗？身上点小毛病那不妨碍。那这位演员要是这样能说评书吗？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嗯，胳膊受伤了。嗯，打着夹板回不过来弯。嗯，手只能小范围的在这活动，这样能说评书？嘴有毛病吗？嘴没毛病啊。嘴没毛病就能说？你这叫抬杠啊。这抬什么杠？这样能说评书没问题。那咱来一回。来一回啊。来，肯定能说。
兄正在屋中饮酒，猛听得院中嗖啪一声剑响，定是有贼人来到，急忙吹熄灯火，噗噌跳出院中，用目观瞧，就见一道黑影由东往西。大英雄不慌不忙，探背绑摁崩慌，苍啷啷啷宝刀出鞘，使了一个缠头光头。你告诉我，你这是评书，我这是自杀。你别学了。